同学们将迎来一位留学生的新朋友，然后呢，我们也将带他参观一下我们的美丽的校园——东北财经大学。Hello，Hello，Hello， 我是孙可，我来自中国，欢迎你。啊，谢谢。我叫孟元森，我是来自黑山，很高兴认识你们。我是伊琳娜，来自白俄罗斯，я Ирина из Беларуси, добро пожаловать. Привет, очень приятно. Очень приятно. 你好，我叫安吉拉，来自厄瓜多尔 ，Bienvenido a Tonga, espero que la pasen muy bien. Hola, mucho gusto. 孙医生你好，我是九四元，我来自萨摩亚 ，and welcome to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hank you very much, man.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带你一起参观一下我们美丽的校园吧。好的，好的，我们走吧。我们面前的呢就是东北财经大学的主教学楼致远楼，这也是咱们本科生的主要教学楼，也是学校里面最高的建筑物。南面四楼以上的窗口望出去可以看到那边的星海，我们一会儿可以一起去看一看。咱们东财呢是全国最著名的财经大学之一，坐落于咱们美丽的海滨城市大连，全校有全日制学生1.6万余人，其中留学生有1000多名，来自世界100多个国家。从致远楼上可以看到南边的大海，咱们一起上去看看。OK。这就是咱们美丽的校园，不远方是星海湾大桥，再往那边走就可以到星海公园和星海广场了。星海公园是大连著名一个旅游景点，我每天都会过去玩一玩。如果你想去的话，你可以从我们学校正门走路大概要花10个多分钟就到了。我们去那边看一看。看，那就是学院广场，一直顺着这条路走可以到高新园区跟旅顺，在高新园区也有很多世界500强的企业。我有很多同学在这里实习，有的同学毕业后还会留下来工作。What's that something by the way? I'm really quick at diamond. Yes.特别的开心哇！那边是锦辉公路广场，我们经常在里面的沃尔玛超市买东西，里面有特别多的好吃的。有什么好吃的？哦，我喜欢泰国的麻辣烫。啊，那边一家泰国餐馆味都很好。咱们有机会我们可以一起去尝尝吧。对，咱们有时间可以一起去尝尝。看，那是排球场和足球场，再往远处是体育馆，那边是中国学生的宿舍楼。哦，这是我的宿舍楼。对，这边是留学生的宿舍楼，看那儿那个就是咱们的国际教育学院。这里是燕池楼，国际教育学院的老师在这里工作，一些语言课程的教室也在这里，咱们进去看看。这是我们国际教育学院的张院长老师，你好。你好，你好，欢迎你们。老师你好。谢谢。你好，你好。老师好。欢迎你们来到东北财经大学。这里是我们国际教育学院，是东北财经大学专门招收和培养留学生的专门部门。大家看到我们上面有很多国家的国旗。我看到了我的。是吧？有你们国家的。对。啊，是吧？哦，很好。这也说明我们东北财经大学呢，来华留学教育32年来，培养了126个国家的留学生，所以我们的留学生呢，遍布全球5大洲。所以希望你们在东北财经大学这样一个特色鲜明的学校里边，能够找准你们的定位和发展目标。更希望有很多国外的同学，暂时还不能够来到学校的同学，通过你们的介绍，
能够体验到不一样的留学东财的生活美景。谢谢老师。这里是我们老师的工作室，大家有什么问题平时可以过来找老师。老师好。留学生还在燕池楼上中国文化课，今天正在上国画课和茶艺课，我们一起去看一下。除了茶艺课，我们还有一个中国文化的课程。你知道孔子吗？我赖着先听说一点点。对，孔子也是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一，咱们学校也有一座孔子像。我们一起去看看吧。行，走。东北财经大学是中国政府奖学金、辽宁省政府奖学金以及孔子学院奖学金接受院校，是汉语水平考试和商务汉语考试的双考点，是孔子学院奖学金推荐机构。可巧而立，君子以身待行者也。爱人者。东北财经大学是教育部来华留学教育质量认证高校，是辽宁省来华留学示范基地，曾荣获全国来华留学教育先进集体称号。东财留学生曾在汉语桥全国在华留学生汉语大赛中连续三年进入全国总决赛。目前我校已在美国南缅因大学、荷兰南方应用科技大学、斯洛伐克马杰伊贝尔大学建立了三所孔子学院，是国家汉办批准设立的孔子学院绩效评价与财务管理研究基地，是孔子学院专职教师储备院校。这里是咱们留学生食堂，然后里面有很多中国各色各味的美食，咱们一起去尝尝。好的。我们的餐厅有便宜有好吃，然后我每天就来下课以后买东西，很方便。嗯，校园里一共有三个餐厅，前面有一个穆斯林餐厅，因为我们有很多穆斯林同学，所以为了他们就有了穆斯林餐厅。正好啊。对，正好。要住校园，可以品尝中国美食，这个面条。真的好吃，怎么样？嗯，非常好吃。这里就是咱们学校的球场，那边有四个排球场地，这边是三个篮球场地，还有那儿是小足球场。哦，对了，刚刚去说的留学生排球比赛，我也参加了。哇，你太真棒！咱们学校也很注重学生的身体素质方面，希望大家形成良好的锻炼习惯，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学习中去。You know me song? No. 踢着球。哎呀呀！哦，好球！加油！加油！哦哦哦、这里是博学楼，也是研究生的主要教学楼。我是国际贸易专业的研究生，我们就在这里上课。这就是比邻楼，也是留学生的一个宿舍。啊，我的宿舍是中特楼，我们一会儿一起去看看吧。走。啊，王老师好。你好。啊，我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宿舍管理员老师王老师，他就是像我妈妈一样，我们很喜欢他。欢迎你们同学们。老师好。你好。
大家欢迎参观我的房间。谢谢。我住在双人的房间，我和曼丽呢，我的室友，我们两个人一同一个房间。这个是他的床，就是我的床。那这个我每天有学习，然后也可能有时候我要看电影。哦，对了，我忘了跟你们说，我们的房间也有单独的房的卫生间。哦，对，就我们家的。Ясный день золотин, незамрочная тень, краски у поля раз, пульцем лихтары. Why is Montenegro called Montenegro? Yeah. So back in history, like when the seafarers were coming to our country, they could only see the black mountains. So Monte in Spanish means mountain. Mm-hmm. Negro is black, so it's like black mountain. Oh, okay. Okay. Ciao! Ciao! 小丽你好。你好。这是我们的共用厨房，这是工忙的时候我们经常在这里做饭。嗯，好的。这是我的同学赵丽。你好。你好，赵丽。你在做什么好吃的？韩式拌饭，你们喜欢吗？啊，我从来没吃过这个。好的，我们以后一起分享一下。是1952咖啡厅，它的名字来源于东北财经大学，建于1952年。平时同学们也会在这里休息、看书之类的。啊，这里我输，我每天来学习，那跟我一起走吧。这里是学校的纪念品商店，有很多和中国文化、学校文化有关的纪念品，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对我来说，这里是我最喜欢的机遇场，我经常和朋友们在这里继续酒。对，每年也会在这里举办运动会。我们留学生的足球队也太厉害了，还获得过全校冠军呢。好厉害的。那有机会我们可以去。对。你呢？我喜欢继续骑。啊，你呢？我喜欢跑步，有问题的话就跑步吧。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大家知道京剧吗？ Peking Opera。 哦，我听说过。我可以给大家哼两句程派的锁麟囊。这才是人生难预料，不想团圆在今朝，回首繁华日梦，朋友残生一心赴惊涛，柳暗花明秀一秀，山国新华国自豪。哇，好听。
这里是申子园，每届毕业生在毕业之后都会给学校捐赠一个礼物，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这个啊，好像那个老钱饼是吗？对，这是中国古代的一个货币。这是什么？这个是算盘。在以前没有计算器的时候，就是中国古代人就会用这个来算数。哦，这个是八七级法学院的毕业生送给学校的。哦，欢迎各位来宾来参观我们校史馆。我们校史馆建成于2012年，是为了纪念建校60周年而建财经大学的留学生来自世界各地，希望与你在东财的校园相遇。这里的春天，粉红樱花漫天飞舞。夏天，绿树成荫，郁郁葱葱。秋天，银杏满园，一片金黄。我们还将迎来皑皑冬雪。期待你与我们一同感受校园四季的色彩变幻，我们在东财等你。